张学姐，你吃早饭了吗？我给你买了肉饼。哎呀，我记得你最爱吃学校的肉饼了。看什么看？哎呀，三舅，这拍个戏怎么就还要培训？培训怎么还要考试呢？现在当个演员实在太难了。对不起。 我知道了。哎，王博士，走这儿。站上。 潘朵，好久不见！哎，我听说你们公司最近挺捧你啊，那么多练习生，独宠你一个。那个是我们的老师吧？真是玉池出墙，我好姐妹。干嘛？别说话，影响人家大祭司。一个字都没写。这个不是我的。 姚学姐，其实我半个小时前就打好了，你知道为什么一直没交吗？因为我想多看你一会儿。三舅，对不住，我先走一步。 老师，你怎么还是一张白卷啊？我要是写个答，你会给我一分吗？会。好吧。但是时间到了，不能再写了，同学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什么故意的？ 你是不是在跟我装糊涂啊你？你是让我帮你作弊吗？那你到底在生什么气嘛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，英就原来当助教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呀。啊，我要吃小馄饨。 于老师，你又不高兴了？你不关心我？我关心你啊！别人助理关心，那都是嘘寒问暖的。你倒好，就让我学习。那我以后更关心你。 我要吃包子，好的，于老师，我现在就去买。不要酱肉的，要鲜肉的。知道了。姚学姐，你吃早饭了吗？我给你买了肉饼。我们学校的肉饼可是限量供应的。我昨天在朋友圈看到你点赞了我们学校的肉饼，想着你应该会喜欢吃。谢谢，我们学校的肉饼。 很好吃的，大早上吃肉饼，也不嫌腻的慌。尤老师，你来一块吧，我们学校的肉饼真的好吃。我才不要！哎呀，我记得你最爱吃学校的肉饼了，吃着吃。
小木头现在不吃肉饼，他爱吃面。看什么看？